谁亦能喝一喝，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，但别要选出色一个，耗尽气力去不可，怀内能多一朵，力度与温度差不多，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，但我享受这折磨。可以说走，一早已拼命退后，想过放手，但未能够。怪你过分美丽，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，仿佛心人无穷无底，终于花光心计，信念也都枯萎。怪我过分着迷，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。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谁亦能喝一喝，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，但别要选出色一个，耗尽气力去不可，怀内能多一朵，力度与温度差不多，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，但我享受这折磨。可以说走，一早已拼命退后，想过放手，但未能够。怪你过分美丽，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，仿佛心人无穷无底，终于花光心计，信念也都枯萎。怪我过分着迷，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。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怪你过分美丽，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，仿佛心人无穷无底，终于花光心计，信念也都枯萎。怪我过分着迷，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。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分分钟学和音，今集教的是张国荣的《怪你过分美丽》。我现在身处在北温，有声的。之前最旺是隔离 Longstyle Key， 即是码头的位置，现在呢这边好像仲旺一点。言归正传，我们讲一下唱歌贴士咯。助手啊，你影完未呢？今天我是想讲一下广东歌入面一个很大的特色，那我就想讲一下入声。咁有關於廣東話入聲咧，其實有三種嘅喎，分別係 P 尾、T 尾同埋 K 尾。譬如出入個入啦，係 P 尾；咁一二三個一咧就 T 尾嘅喎。咁我個名咧阿德係 K 尾 ，P、T、K 三種入聲。每逢呢啲入聲嗰個字去到尾咧，係會 cut off 咗嘅喎。咁譬如出入，咁咧你唔會出入，你始終都要出入。你都要合埋個口噶嘛，係咪？或者咧一咧，你最後咧嗰條脷又要頂上去咧，就會停咗耐一
嚇，你唔可以呀咁樣嘅喎嚇。咁仲有咧，我個名又係啦，你唔可以話阿德唔得嘅喎，你一定要阿德，你一定要咧嗰個氣咧要停嘅。我想請我助手咧示範一下，可以説酒個説咧係 T 尾嘅，係一個入聲嚟嘅。咁唱入聲咧，其實就有三種處理方式嘅。咁咧，麻煩助手試下第一個方法，就係好短咁樣去唱。可以説酒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好長，拉到去最後先至做嗰個停。咁助手又試下。可以説酒。最後咧就係喺中間一個舒服嘅地方，我哋去做個停位。可以説酒，多數咧攞一個中間點咧會好聽啲嘅喎。咁呢個係多數啫，有時咧短啲長啲可能都要用得著嘅。咁啊睇下你唱只歌嘅時候個感覺係點樣啦。咁今日嘅分分鐘學和音時間就嚟到呢度啦。未 subscribe 就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仲有咧就係俾 like 我啦 ，share 出去同埋俾啲 comment 我。同埋咧，我 subscribers 啱啱突破咗5000，多謝大家。咁咧，我咧雖然而家拍片咧嘅密度咧減低咗啲，因為而家有啲實體工作開始緊可以做翻啦。但係咧，我都會盡量抽時間咧係會拍片嘅。咁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一切，没一种矜贵。